来两个人，他买一个单，再打个单挑，还有点机会。是的，哎，过点，宋江捡到一个。哎，怎么是宋江埋的 Foxy 啊？是的，不知道为什么 Foxy 要过马路啊？对啊 ，Foxy 完全不知道，他已经到围墙边上了，直接手冲开路。是的，周平言在二楼直接跳了，哇，明明就继续蹲蹲窗口，蹲窗口。吕布这一波秒杀 ，OK OK， 太怪了。关键是之前在这个，我们先看近点，周平言 Toxy 直接顶火要踩周平言脸上。直接上死，有点打赢打赢，大将军打赢了，全面获胜，一把手喷，孤命怎么做，兄弟？两个人低头看着他，怎么救嘛？这个、这个人已经懵了，救救我啊！他已经懵了，但是屁股后面直接套一号枪，打了两个，还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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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能救能救，而且没人贴，是的，现在好，没有人贴，枪够快呀，吓死了，还好还好。当时周平原去补这个第二枪位的时候，因为周平原没有打药，他只有半血。是的啊，直接被秒杀了。啊、哎呦，这边 IFTY 由于他看到这个圈极限了，所以他准备开船走，但是还是倒的。这个唯一途径是这个桥，对，船其实不多。对，先看正面，昂德，昂德有点小马，你在干什么？补枪能不能补上？这个、哎，哎，扯翻了，给面子，很给面子，很给面子。坏了，哎呀，这没跟上，能憋多久？哦，这边旺仔慢慢贴过来。哎呀，这个脚步声小心点，听到，听到，小心点。不知道对方听到他 ？Q 话是应该是没听到，因为你这个下车落地之后还是有一点声音的，嗯，车身还是会掩盖一点脚步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你看这个时候 Q 话应该是不知道，应该是不知道的。嗯，这个脚步看起来，哦，哎，这个听到了，这个听到了，很明显就在脸上。那这样的话 ，FTY 只能硬打了。哎，正好旺仔埋到了一个。给了 Monster 解围哦，吸引了一下，可以把那一波放脚步作为、哎、这个酒吧不能进，这个酒吧不能进。我、哦、这个时候好像是 Monster 有一点这个嗅觉非常灵敏，没有第一时间进去。是的，酒吧里面有个酒吧，是。P.O. 在这里输出，还好是个三级套救了一命这个手雷，但是旺仔不给机会。哦、漂亮！这一波虽然说龙斯哥倒地，但是 P.O. 也倒了，还能扶吧？不太好救了啊，救不了了。现在看剩余两人的发挥，像是一个二打二。稳住，过点一个背身。低级酒吧在逛街，还是宋江一个人？宋江这波也真是有够马的。他急了，他急了，他丢这个手雷出去有效果吗？炸到了，但是没能炸倒，就还能打药，能打药。小教堂往后面一跑，能不能过马路啊？是的，一打二他还去冲别人，没错。待会这里的话也是弄停了一个阿卡德啊，可以直接手雷轰炸，可以。啊，先稳稳的把这个人补掉。是的。啊，已经知道在加油站了。虽然有一个人员的损耗，但是是的，就对方、你房子外面的人可以沿着那个山一直移动，而你房子里面的人，他一出来会有一个很平的过点。是的。这里小左仍然在频频得分，他直接去把 KDF 的直接冲，直接冲啊！马哥跟小左真的太快了，对他清楚这里人不多了啊，来了残边。直接灌雷，没有雷还是很多的，距离远了一点。有队友架枪，问题不是很大。好，还想跑？哇、哦，很帅啊！这一波的话也是把岛上的又立功了，又立功了啊！哇、哦、，Lash K 打了一个，不过后续被小左的燃烧瓶带走。这样的话，小左又是拿下三个淘汰。USG 来了吗 ？USG 纯粹再玩一会儿。就是天路拿右边，他拿左边，其实可以再玩一会儿。我骄阳这个点一直没有被，没找着。对，没找到他。然后天霸在进圈的时候是出现了大问题啊。嗯，关键是还偷了一个。是的，这关键是打刚才打骄阳的就是天霸的。是的，直接淘汰掉了天霸啊！天路一瞬之间、这波淘汰的还挺快的。GFI 贴到了刚才天路的左边桥下，没错。现在的话是桥底下两支队伍 ，GFI 跟天路，但是天路的话目前少了一个人，江肯定是救不起来了。是的，江刚才已经想好了牺牲自己了。嗯，拿点信息。啊，这个我看了一下，这个地形就是那种高低错层啊。嗯。啊，远点的江阳被打掉了以后，近点应该能听到声音。高打低，打了一个，是连续打了两个吗？阿童木这个时候补枪，将小刀放倒，只是萨萨一个人开近点，二打一，一个雷炸残，但是血、这个雷又炸到了，都残了，都残了，一丝一丝，是的，可惜他不知道啊，对他不知道，这个雷也没能补掉人，这个时候没什么信息他，但是原点 under 出现，把阿童木打了，就等于正面天路和 GF 是一打一，对，
都想扶人，需要来炸，但是炸到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应该是炸不到吧？得再往右边一点，炸了一点点，三滴血啊！嗯，他再往右边，如果抬一下的话，可能就有了。嗯，哦，这可雷又把 Summer 刚打起来的血量，然后炸残了，22滴血。牛哥要冲！哇，这高打的有个错，一个交叉的枪响。牛哥贴了，贴了重点防区。打 USG， 打正面的是。血量不是很好，状态不健康，对方要扔雷反制，这波是个 all in， 是的， all 下来就大赚， all 不下来那也没办法了，因为圈外嘛，嗯，是的，搏一下。而另一侧天路两分是给了经济，就还好，现在是 New Happy 进，就是远点没有枪线在抽他们，目前是的啊，但是进去的话，对方也是给到了非常大的道具压力，但因为血量的问题，这波 New Happy 的进攻节奏很慢，嗯。哦，你看烟都被铺满了。是的，现在 USG 有充足的这个布防时间、空间和考虑的这个机会。嗯，他点 New Happy 的人呢，也相对点的比较轻松一点。另外一边 GX 的话，也是被 Danama 给淘汰了。Danama 在第一局打靶非常舒服以后，你看他其实接下来，哎呀，延续下来手感还不错。周笔岩的位置被锁定了，嗯，很危险。啊，被雷吃的是难难还以颜色。哎呀，这个小教堂里面还是个美咖，美咖的血量已经不是很多了。满边打满边，达纳瓦也贴了之后，现在 Pyro 反而是成了最后一个吃福利的队伍。哇， Pyro 整个动作拿下来了。如果能接牌，难道 Pyro 真的要创造奇迹？他已经第四名了 ，Pyro。是的，179分，依旧是满边。正面的话 ，USC Shiva 已经是被补掉。而品言的话已经是被救起来，问题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打下来了。这的话 USG 只剩最后一个 coin， 好，没问题。刷屏以后，这 coin 就被锁死在这个房间了呀。是的，是的。哇，牛哥这一把 all in， 说实话，嗯，那由于这一波没有抓住机会，他其实旁边防区也能待，对，对吧？因为现在还是第六阶段，他还有选择，他还有选择。而怪兽这里一个人也是在。尽力的去拿分数啊，先拿下一分。能拿一分是一分了。是的。Form 这个时候是已经是从防区拉到后面，要去打 Form 的屁股。Forever 这边是放到了小五。正面双方都有人员的折损，那接下来的话是二打一，十七两个人只剩最后的王星。应该已经锁定位置了，看这个车后、没问题，哦、直接爆头。小北打大赛真的是很顶啊！对，但十七现在下山还是有问题。是的，你看 Monster 已经是摸到防区了，而另一边 DK， Under 跟 Mental 想要去多去拿点淘汰分数，但是这个半坡好像不太好走，经济的枪线太密集了。哇，十七那边的话真的是在各种被抽啊！刚刚怪兽是把十七兽给、他就是问题就是在于，就是说你出来清山的这个位置以后，你防区很难控制，就过点也容易被架。如果要出来的话，怪兽的话最后也是被马云龙给收掉。嗯，经济在左下角，杰夫而且只剩下 Summer 了，老 Summer 队友被补掉了，就没办法。看能不能偷一个吧。嗯，只能，要不不给分吧？我觉得不给了。可以不给，可以不给，因为旁边是奸计、还是被 DK 科雷给甩到。嗯，但这个半坡 DK 其实也扛不住啊，奸计这个时候要推边了。奸计是终于吃到一把圈形，这个时候派了圣武打了一个逆时针的半圆，打到这个山坡爆发了。Pyro 真的爆发了，187分了，离 BGP 的分数也很接近。爆发了，爆发了！高打低，经济这个时候火力并不是很足，没什么任何威胁。画面一看，哎，两个人没掩体，这不操作你打一个，这状态真的起来了呀！是的。因为经济的枪线一直在骚扰画面，画面没有办法马上去处理掉 Mental。看这个雷，哎，能不能正好甩到？一个低抛分数最后被谁收啊？是的，就感觉好像经济那边可能性要更高一点。这两个如果死壳的话，牛哥这把要吃大分了。牛哥这把肯定吃大分，肯定是吃大分了。防区这个防山脚下的防区就是死软把顶得很前面啊，干拿分，他想拿分顶在前面。软把哎小头皮，干死在 AUG 面前装什么，直接往前顶。你还是一个低打高啊，是的，去经济过去。剑姬有点上头了，被这个 AUG 直接限制的马云龙，
我甚至看到都打出 bug 了，这个烈焰战车他是顶着火妖射把人打死的。哦、对，我刚刚没注意到他是有火，我是说我在准190分。马云龙只有在面对韩国选手时候，高达 nice， 这波15个淘汰，但是 New Happy 已经摸上来了。是的 ，Pero 已经第三名了。是的，局面这个局面肯定是 New Happy 出来收割。是的，对吧？黄志龙不给分了，不给分了，不给分。但是 New Happy 想要这个分，没有给。